这样子打，上下，哎，对了，就这样子上下这样打。宝贝儿，累吗？累啦，咱们休息一会儿好吗？慢点啊。好了。走吧，咱们休息会儿，喝点水吧，宝贝儿。有人溺水了！大夫，有没有大夫？畅畅，你别乱跑，你这样做不对，让我来。你是谁呀？我是急救中心的医生，快打120。已经打过了。哎，对了，赶紧找一找。我去广播室广播一下。哎，对，好，去那办吧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各位游客请注意，现在已经停了水。哪位游客是孩子的家长，请速到游泳池来。各位游客请注意，现在已经停了水。哪位游客是孩子的家长，请速到游泳池来。他的心跳恢复了，你们看，他已经嘴唇红了。120大夫来了，把呼吸器给我。是了，警官，就是失血多了点，已经给他输上了。他在里边也这样啊？没有啊，他平时表现很好啊，正准备给他减刑呢，要不然怎么能特准的回家呢？这次回去肯定要给他处分，说不准还会给他加刑呢。太可惜了，你就是年轻啊，欠考虑了。放开！你想干什么？你真的不想活了啊？你们干嘛救我？你们干嘛救我？我是一个罪犯，我妈都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？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是医生，在我的眼睛里你就是病人，我就是要救你。你是个医生，你是个医生，你救得了谁呀？我也是个医生，我连我妈都没救活呀！你让我死了！冷静！你再救活我一次，我就再死一次！你再死一次，我就再救你一次！别动！你不明白呀？我说什么你都不明白呀？我不明白。我怎么不明白？你明白什么呀？你明白我现在的心情吗？
把他放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的母亲也是昨天去世的，当时我就在这个车上抢救病人。我不是人呐，我没有感情啊。你是个医生，你心里应该清楚，当了医生就不是一个普通人。医生救死扶伤，治病救命，最认真负责，最受人尊重。犯了错有什么呀？就跟生了病一样啊，好好治疗就好了嘛，好好改造就没有事了嘛。如果你放弃了，那作为一个医生就是失职，就是耻辱。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？是不是？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吗？你的母亲去世了，生活还在继续吗？你一死了之了，你考虑到你的孩子了吗？考虑到你的家人了吗？啊？太自私了。你也是医生，这些话你应该明白啊。你好好想想吧。王大夫，可以走吗？开车。医生，我是他妹妹，你看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？病人的情况，我想你比较了解，严重的呼吸衰竭。他这样卧床静养要多久了？有5年了。哎呀，像我姐姐这样的病人，我估计你们肯定也经历过不少。这些年我们什么办法都使尽了，唯一的办法只能靠吸氧输液来维持他的生命。家属确实很受牵连，病人也受折磨。就是啊，我也跟不少医院打听过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他的孩子。我们自己没有小孩，可是他却收养了几十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他这一辈子都在为救助这些孤儿、这些没有家的孩子东奔西走。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这些孩子。你们知道，就这样一个人，一个为别人活着的人，怎么就该让他离开人世？难道他不是最有权利活着的人吗？我最近一直在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我确实是疯了。在当时，我以为自己总算成功了，
其实只不过是……我错了，我以为能骗得了自己的人，就能骗得了别人。林姐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干扰你的生活了。上诉被驳回，我被判了7年。已经算轻的了。你找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林姐，我想见见女儿。我在这里的每天都在想她，想的我就要发疯了。我怕。我怕等我出去以后，他就再也不认得我了。林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再让我见你畅畅吧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很多人。我是个骗子，可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唯一不能欺骗的，就是畅畅了。林姐，林姐，不认识爸爸了，畅畅。畅畅，你看，这是爸爸。你看，你画的多像爸爸呀。爸爸。